然后就找不到，有没有？然后就怎么办？吴尊去哪里？吴尊，因为他们就觉得我是不是失踪了，因为可能会有危险，怕危险。对，然后后来就啊，怎么办？找找发现，哎，在一台吉普车下面看到我的脚。 吉普车下面车下面停在路边的吉普车，我说坐在那边太好吧，没事吧？然后就大家就往下看，说哎，吴尊你在干嘛？然后他们就把我这样子拖出来，对，他说你怎么你在干嘛？你是被车撞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说下雨了，我在躲雨。那因为就是哇，啤酒一直喝，然后就哇很好喝，然后我就喝醉了，然后喝醉的时候我好像要去外面讲电话，然后我就说我去外面讲电话。 就是我，这是大概最后的记忆在这边。然后我出去之后，然后我后来是醒来之后听我朋友讲，他们说，哎，谢君你怎么去啊？吴尊怎么去外面那么久讲电话讲那么久还没有回来？然后呢，他们就一直东找西找说不可能，就是自己搭车走吧，东西都还在店里面，还没付钱。对，我超单的，对，哇，超超超超常不付钱，真的假的？超常不付钱，哦哟呀，这个也很值得用鱿鱼打脸呢。对，你们俩那边怂恿，就连你也会讲，我们是这样，最后。 师太不是最后跑单的，而且通常跑单都是大帅哥，你凭什么？对呀，因为大家喝醉都觉得我是帅哥，你不买单都不 OK。然后嘞，你消失了，然后就消失，大家就找就找不到，有没有？然后就怎么办？吴尊去哪里？吴尊，因为他们就觉得我是不是失踪了，因为可能会有危险，对。然后后来就啊，怎么办？找找发现，哎，在一台吉普车下面看到我的脚。 吉普车下面，车下面看到我一双脚先拖到外面，你被碾过去了。然后他停在路边的吉普车，坐在那边太好吧，没事吧？然后就大家就往下看，说，哎，吴尊你在干嘛？然后就，然后他们就把我这样子拖出来。拉出来。对，他说你怎么你在干嘛？你是被车撞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说下雨了，我在躲雨。因为那时候外面在下毛毛雨，然后最后下雨了，然后我就自己就爬进去躲雨了。 但好险，他没有发现，不然吉普车这样往后倒一出去，我的牙龈会被碾过。所以天哪，好可怕，好危险的。对，后来你有付钱吗？有，我有付钱。这是重点，而且是买所有人的。有问到重点，对呀。因为喝醉卡就被拿出来刷了。哎，等下我有个问题，你们男生真的给我老实回答，你们真的会那种只会酒后乱性吗？这是成立的吗？ 假的，我反而觉得男生酒后比较不能乱。对，因为真的没办法。我觉得是，女生好像比较会。我很期待你等下分享的故事。我直接问。对，因为我有拒绝过他一次。什么鬼？ 我说小月，你不要过来，人鬼殊途啊，不要这样。你这个真的太乱掰了吧？太乱掰了吗？对不起。男生喝到很懵，就是不可以，然后说不可以。其实真的，我就觉得应该到怎么可能？可是因为我不知道别人啊，就是我是怎样都可以啊。哦。我想知道，好想知道。老师吃不下去，我觉得他吃掉。最好这么厉害。